这里又认识我一个很好的朋友，然后他是香港很红的鼓手，鼓手没错，他叫华仔耶。就是我身边真的是有两位鼓手老师，我也想介绍他们可以认识。另外就是杰里的老板 Lisa， 另外一位就是 Max， 大家好，我是 Max。他们就是香港的鼓手里面的网红，跟你一样啊，所以我就介绍他们跟你认识。只是我跟他说你今天要来香港，他们就很紧张嘛。对对对，很紧张。我是你的粉丝，没关系。老师吗？我也是你的粉丝吗？难得可以碰面，想说可不可以教一下，好教一下看啊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。好谦虚，香港好谦虚。那我们进去看一下好不好？考虑一下好不好 ？Let's go，Let's go。时候，现场的感觉不是嘈杂混乱，而是热血兴奋。这次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，平常跟不同的乐手一起演出或练习，那是一种彼此配合沟通的感觉。而这次因为大家都是鼓手，所以感觉就像是一种对话，更是一种学习。每一下小鼓，每一下铜拔，仿佛都能感受到彼此速度的快慢，甚至是力道的轻重。我觉得这种感觉真的很特别。真的很感谢两位老师能够透过这样的方式一起玩音乐，希望下次来香港的时候还有机会能一起做更好玩的事情。Shopping mall， 对，然后里面有蜡像馆呐、然后有吃的、有喝的、这样子，看夜景，要开心吗？开心，觉得虽然短短的几天，但非常充实。谢谢，不客气，不客气，这样我都舍不得走。